今天人类的科技已经步入了智能化的时代，而汽车作为科技的集合体，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或许它的智能性、舒适性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著名的汽车公司本田就专门为了未来城市打造了一款代步车 New Way。 New Way 是一款轻型的双人电动代步车，这个家伙设计的很有未来感，它使用了一种新型的涂装材料，除了看起来亮闪闪的之外，还有成像的功能。虽然车的尺寸不大，甚至可以说很小，可因为做成了方盒子的造型，因此车内的空间还是很可观的。因为使用了高度的智能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，这辆车可以实现 L4G 的自动驾驶功能，车内的方向盘也用了一种特殊的造型，看起来非常的可爱。中控台上有一块超大尺寸的大屏幕，你甚至可以在汽车里直接办公。而车内的座椅同样很有意思，它可以直接放倒变成一张小床，可以为乘客短暂的休息提供便利。另外 New Way 的车门也是独具一格，开门时它会先向外伸出20厘米，然后直接90度旋转，在狭小的空间里它的便利性无与伦比。 New Way 就是为了城市而生，如果平常只是上下班，那么它完全可以取代汽车，成为新的代步工具。